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进 Alabama Hill 之前呢，昨晚停留在 Bakersfield 的这个 RV Park， 因为从湾区过来开到这里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然后作为晚上过来的话，就是下班晚上过来的话，这里作为一个中转站是不错的，因为这个地方离 Alabama Hill 大概就2.5个小时的车程吧，所以在进那个沙漠之前呢，不管是去 Death Valley 或者去 Alabama Hill， 这就是一个挺不错的中途停靠点。这边有蛮多的 RV site， 我们昨晚在这个 Country RV site， 这个 site 还不错，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 site 不是很多，但是都因为现在是感恩节期间，所以都还蛮多位置的。它的这边不贵啊，44块钱一晚上，然后是可以接水接电通下水的，就是 full hookup。这边 site 的话，你看还是很非常的平整的，包括这种大的车进来也都不需要那种把它放平的啊，就是非常的平整。但是这个 site 有一个不太好的一点，它这边离那个铁路工厂区比较多，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又听到那个半夜那个鸡在叫啊，公鸡在那里天亮的时候在那里叫，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铁路的声音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点吵，但是这个 site 位置比较方便嘛，就是你进沙漠之前你停靠一下，然后装一下水，整修一下，就可以在沙漠里面待个2-3天不用接水，所以我们还是选择在进沙漠之前来这样一个 site。 去往 Long Pie 的路上大塞车啊，前面出了事故，然后我们正好是午饭时间，所以煮一点意面，在这个等的时候先煮点意面吃吃，填一下肚子吧。今天呢，我们在 Furnace Creek， 在 Death Valley 里面这个 site 露营。这个是 Death Valley 里面最好的一个营地，它设施比较完善，有水，然后有 dump station， 带大家看一下。它这边还是比较平的，还有一些营地它是有那个树荫的。如果你是帐篷的话，你要选择在这种。在这个有树荫的下面这种 site， 这个 site 不错，但是这个 site 有点不太平，而且你这个洗碗和厕所太近了，晚上太吵。它这里其实是有水，虽然这里水就是洗手台有厕所，比较平啊，比较开阔。我们现在是11月底，晚上风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大，所以帐篷是完全可以的。那边这边的这些营地呢，就这不是 Long Pine 好吗？对，那你要说你要经过 Long Pine 呢，你要那 No， 你要从 Alabama Hill 过来才经过 Long Pine， 你不从 Alabama Hill 过来，你是不经过 Long Pine。对呀、然后 Long Pine 又很那个有很大的风啊。这边应该是一个 group site， 大家在拔营呢，准备往回走。这个是，对，这边的这些往右边走出来了，
这边这些 site 呢，它都是有个停车场的，这应该是 group site。所以如果你在这边这几个 site 晚上是会有点吵的，而且在垃圾桶里了这边。That'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It's bad. Too much traffic. No, but there's also garbage right next to me. Okay, 这个149号是残疾人位。我们是在61号这个 side， 我觉得这旁边这几个都还蛮不错的，而且都有 shades， 所以这边这些是比较推荐的。这边这里都是离厕所也挺近的，然后都有树荫，如果你要搭帐篷的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包括我们对面的这几个 side 都是很不错的